这个这么特别的运动叫做 kicking， kick 即是千秋的意思，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爱沙尼亚人发明的，是一个很受当地人欢迎的运动，2018年还曾经破过玩全世界最长柄千秋的世界纪录。这项运动还开始受世界各地欢迎。他说现在就应该可以给我试一下，因为其实要玩这个运动就不需要有任何经验，只要你有胆识。但是如果你要玩到叫做 kicking 这个运动，你一定要叫做你那只脚是过了上了天空才叫做 kicking， 否则只是一个千秋来的。好紧张啊，怎样可以去到30米，好高啊， Oh my god， 好紧张啊，Oh my god, that is so crazy! That is crazy! 哇，好黐线啊！好黐线啊！哇！其实咧，呢位小朋友咧，佢系可以做到最高嗰个嘅。咁但系因为咧，其实咧，我哋喺呢度睇咧，呢一个咧个一个示范咧，已经系完全冇问题噶啦吓。咁咧佢话咧，其实呢个比赛咧，点样系为之高分啲咧？就系如果你可以 swing 到越高嘅话咧，就代表你嘅分数高啲噶啦。咁佢哋呢度咧曾经咧攞过一个健力士世界大全嘅 record 咧，就系可以喺个 swing 嗰度咧。swing 足15分钟咁样转，真系好犀利啊！啊，高唔高啊？哇，有啲离手啦！哇，我唔做 360 啊，唔好 push 我 ！I don't want to do 360， I'm scared now。哇，好高啊！好大声啊！哇，离心啊，离心啊，真系离心啊，唔系讲笑。啊！冇可能做到 360啊！我真系唔够姜，唔系讲笑。你去到某一个高度咧，你会知道自己再 squat 落去再压嘅话咧，就会可以 360到。但我真系冇呢个勇气，对唔住，潮汕网嘅观众，你俾多10年我拍啊！到我60岁嗰时候，我试俾大家睇，好惊我唔得，真系唔可以。